Let the show begin.首先，能不能和我们聊一下参加这次活动以及这次活动中被选中的过程？这一次微博转发的那个钱包文艺家，然后就艾特了太极小，就没想到就是写了评论之后就选上了，所以现在非常的开心，然后又兴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激怒情节？激怒情节是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 Matrix 刚上映，然后就被那种电影中华丽的特效，还有就是他实在太帅了，就那个墨镜啊，黑披风啊，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少女情节就一直是觉得哇，基努好帅。马上就要见到基努·里维斯了，现在是一个什么心情？既紧张又兴奋，然后又期待，就是心情非常的扑通扑通扑通这样乱跳。嗯，陈虎老师已经第一次来了。对啊，第一次。对，就是像是在这边的话，平常到秋天的时候，I know there's nobody out there. No boats. 小心了，小心坐，别掉。会有一些没有人的。但现在给你们挑了景色，就是只有 view 而已。Yes. If you have time, you can take boats. How big is the lake? Does it just go on forever? Or? Is it like that? How big is the lake? 多大？哦，这个船有多大？这个船有多大？这个专业的问题。来来，我们去往上走。I can't remember. That's okay. 忘记跟你们说了，第一条是白堤。白堤。对，就是那个白堤，不是先创造的。是啊，手机出现了好像。好。好，对。我看不出来。啊，这个好困难。这个是白堤，白堤啊，白堤在那儿建了个白堤。白堤忘了建了。对对。白堤是挖了硬，肯定是。来让了，让了。你坐在后面。两年前结束。导演系吗？我一开始是理论学习，然后我发现我完全跟不上，然后就跑到摄影系。就是如果说作为影迷的话，很多人可能也会希望像小心点，别摔倒。就是多在那个片场里出现，但是如果就是如果说身为电影人的话，也希望他能够更好。Go as a she-self, herself, right? She want you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Thank you.